这塞车、做团、做工、拍水，有诶无诶，红班我拢做过啦，空来空去我拢做过，所以我是空来监督，不是空口诶诶监督。他是瑞山公司的员工。啊，我是瑞山公司的。没工，那你薪水算中等的吗？我以前是在瑞和煤矿是干督啊，干督呢，我的那个时候的薪水1600块，几年前，还是比公务员几年前，那时候就是做煤矿的，就是比其他还高，所以当时不会啦，啊，但是他会死亡啊，煤矿就是会发生问题啊，所以我碰过。哦，碰过很多飙车、火车、水灾、火灾，什么灾变、落盘，这个都碰过啊。欸、所以，欸、总之你的薪水就是中等。对啊。哦，是啊，欸、就是要讲这句话。啊，这就是绑绑子，啊，这是这坑绑子的。哎、欸，这个很危险呐、啊！那个炸药一天要炸几次？有规定吗？没有啊，他就是你每天晚上啊，人家做没的休息的啊，你做久的人就是爱去前进啊，前进啊，哎、欸，对啊，那个你阿姨就做久了，反做久了，你听无？应该是那花豹机，啊，你听无？哎，应该有不同的贩卖不同的点嘛，有人计算完以后，你再来，哦，采矿，对啊，啊，就是你这条卡带，做少的才会三四，做团一二十个，啊，你知无？啊，伊有工头，就是，哦，这条卡大包，这条卡大，小头，没有那么小，水产就是，这条卡大包，互你包，啊，你伊一车要互你偌济，哦，啊，你生产偌济，啊，你再去分。伊是零月薪哦，用包的，这条卡大，这个小头包，啊，你的生产无好，你的工资就领较少。啊，若伊若较好，你著团团出较济，啊，你著小头加赚较济，安尼。哦，薪水都不一样。承揽式的对啦。嘿嘿，小包式的，小包式哦。啊，这工人的帽啊，哦，啊这口罩伊就戴济，但是还佫无效，做少的人还佫无效。哦，啊这电话头啊，安怎？啊，啊这。硝酸甘油，知道吗？这个也是一个